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手不沾面的发面葱油饼，比油条简单还好吃。盆中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加3克酵母粉，2克的小苏打，用的朋友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。喜欢小杨的视频，帮忙点击下方关注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